21世纪，工业化时代来临，全球化进程高速发展，制造业高度繁荣，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制造业大国，令世界瞩目。同时，经济的迅猛发展带来全球性能源危机和环境恶化，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能源和环境挑战。繁华之都上海，罗特钢带坐落于上海金山工业园区，是一家专业集钢带传动设备的设计、生产、销售及售后服务为一体的制造型企业。质量是企业的生命，十余年来，罗特凭借着一步一个脚印，不断发展扩大队伍，以严格的控制每一道工序，不断提升产品质量，使罗特在行业内继续保持领先地位。2013年，罗特顺利通过了 ISO 9001和 ISO 14001管理体系认证，主要生产产品类型为高强度奥氏体不锈钢、 PH 级马氏体不锈钢、高强度碳钢、其他合金钢、钢带式输送系统、冷却固化成型化工装置、设备备品配件等。经过十余年的发展，罗特的产品在全国各大行业被广泛应用，食品、化工、能源、像素、木工、薄膜及其他精密输送等行业。我们积极开拓应用新领域，提高制造业的自动化进程，不断为中国的节能环保和工业自动化发展提速。发展是永恒的主题，为加快发展，2013年，罗特基于钢带为核心业务，创办了上海罗肯工业科技有限公司，生产销售各式输送系统、连续冷却固化成型装置、连续压机系统、连续烘烤炉、连续流膜及其他传动装置。我们以一流的产品为客户提供全面的技术指导和新方案的分析。这是罗特碳钢带在烘焙行业的应用。我们的钢带能承受300度高温不变形，运行稳定可靠，已在食品行业大量使用。这是罗特公司设计制造的双钢带冷却截片机，产能5吨，高达180度熔融环氧物料，精细流槽均匀流到钢带上，进入冷却装置。冷却水通过喷嘴设在钢带背面，使高温液态物料快速冷却成型。拥有多条先进流水线钢带制作车间和设备安装调试车间，厂房面积为同行业最大，创造了罗特强大的生产能力。钢带是由铁矿石冶炼、铸造、热轧、冷轧、整平、绣变、焊接、热处理、研磨、检测、包装、运输等工序加工而成。罗特依据客户不同的工艺要求，对钢带进行表面抛光打磨、喷涂与镀层、表面打孔、开槽等加工处理，高品质的完美产品来源于每一道严格控制的工序。罗特先后从美国、德国和日本等地引进定制性的专用设备，始终保持产品的先进性和品质的稳定性。罗特拥有行业顶尖的科研技术团队和供应链管理。我们上海罗特钢带有限公司的目标是把传动式钢带做成中国最具专业、最具规模的这样一个企业，最终汇集到
全世界用户手中，相信我们做得更好。上海罗特钢带有限公司今后的发展目标是进行新产品的研发，稳固现有产品应用，开拓新的钢带使用领域。罗特为你提供包年服务计划，对您所有钢带设备定期进行拒检维修保养。我们承诺24小时抵达现场，解决客户对我们产品提出的难题是我们的使命。时至今日，罗特源于日本和欧洲的技术合作，分段式加工供货的模式，提供的产品及服务以便捷大中华地区及世界500强，未来将成为全球一流钢带及其传动设备的供应商，是您在品质、合作层面上的最可信赖的搭档。心无界，拓无疆，望眼看来，罗特的品质，国内高品质钢带首选，罗特的规模在业界内翘首，罗特的管理规范可追溯，罗特的服务说到做到。罗特品质货真价实，哦！腾飞的罗特与您共翱翔。